喂 ，Benson 啊，喂！今日咧係我哋結婚一周年紀念日，同埋你嘅28+1嘅大壽，所以咧我哋今日就決定嚟 USS 啦。我哋而家咧就身處喺個 Harbour Front 嘅地鐵站啦。咁如果要去聖淘沙嗰咧，就要搭呢個纜車啦、巴士啦，或者行路啦，或者搭呢個 Express 咧就可以去到噶啦。係，咁我哋而家咧就已經喺個地鐵站行咗過嚟 People City 噶。咁啊，而家準備就去搭呢個聖淘沙 Express 咧，一夜鏟過去，準備就去吃喝玩樂噶啦嚇。因為咧，我哋出發之前咧要填飽個肚嘛。咁咧有一個新加坡嘅 foodie 咧就聯絡咗我啦，就話咧嗰度有一間好好食嘅煲仔飯啦，叫我哋一定要去食嘅。係啦，其實嗰個其實就係聖淘沙入邊咧嘅 Malaysian Food Street 咧，就有一個好出名嘅煲仔飯嘅，叫圈記。咁我而家咧就由於已經好肚餓啦，所以我就唔嘥時間再講耐啦。我哋而家就即刻出發。出發。Go！冇錯啦 ，Vivo City 即係怡豐城咧，就係連接住新加坡 Harbour Front 呢個 MRT 嘅站嘅，總面積咧係達至150万平方英尺咧，喺2006年咧已經正式開放噶啦，係新加坡咧最大最大嘅購物中心嚟嘅，基本上咧都真係旅客必到嘅地方。咁面前呢一間咧就係新加坡好出名嘅 Mr. Coconut， 基本上你去一啲大型嘅旅遊景點嘅區域咧都會見到佢噶啦。個人認為，如果你哋去到新加坡，一定要試呢間 Mr. Coconut。咁我身後就係喺馬拉同新加坡。開到好似 seven 咁嘅 toast box 啦，咁啊，因為我哋而家要去三樓坐 express 上，一路坐電梯，一路上。上次咪同大家分享過淡仔三哥嘅 ，Vivo City 就有一間淡仔三哥啦，你睇下，哇，勁啊，好開心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咧上到嚟三樓啦，咁三樓咧就係售票處啦，同埋搭 express 嘅地方啦。咁咧，如果你未買呢一個車飛嘅話，你就可以去前面嗰度買啦。咁唔係咧，就其實用你嘅八達通卡咧 ，EC Link 咧都得嘅。咁我哋咧嚟之前已經增值咗呢個八達通啦，即係 EC Link 啦，所以我哋而家就即刻入去啦。好，哇！咁快就嚟到呢個聖淘沙 Express 嘅怡豐站啊，而家準備入閘噶啦，拍一聲入了。咁啊，呢個 Sentosa Express 其實有四個站嘅，除咗去 Universal Studio 之外咧，仲可以譬如話去海灘啊，其他唔同嘅景點嘅。聖淘沙啦，其實咧一轉眼咧喺上咗呢個 express 之後咧，差不多咧5分鐘都冇咧，已經進入咗聖淘沙啦。其實佢轉個彎就到咗啦。冇錯。今日咧我哋就準備咗呢個超 MK 嘅超 MK 超，同埋咧我今日好成功咁著得翻我5年前嗰件花花衫。係啊，留名等睇阿 Ruby 鋪翻佢以前著喺條裙嗰個樣。我以前瘦好多，不過我而家竟然著得落，我好開心。係咯。可唔可以影我跑過去？跑啊！哇！呢度好似一個小型城市咁樣啊！睇下幾大嘅廁所。好，我哋咧直行咧就係有分左手邊咧就去 casino 啦，即係賭場啦。啊！又嚟刀仔鋸大屎喎！然後咧左手邊咧，唔係右手邊咧就係 Universal Studio 啦。哇！好得意喎！呢度咧啲雪糕咧係，即係呢個好似童話世界入邊嗰啲賣雪糕嗰啲地方。呢個魚尾獅。魚尾獅係咩事？係卡通化嘅，係咯，別不同嘅魚尾獅。好啦，我哋過去啦。哇！一轉眼，佢話轉右，真係轉右，轉右就到啦。我覺得快到有啲措手不及啊！成件事。係啊，慣咗喺大阪度行好耐先，哎呀，終於見到個波啦。係啊，行得勁耐先會見到個波啦，跟住到轉個彎就到啦。係。而家即刻喺個波度影相先。好。Thank you。好，喺呢一個環球影城嘅波波隔離咧，就係馬來西亞美食街啦。咁我哋而家咧就即將下去咧食一個好出名嘅煲仔飯啦。正正咧就係呢一個波波嘅對面嘅啫。
入到嚟呢個馬來西亞美食街啦，有喇沙啦，有馬六甲鴨飯啦，佢呢個真係好似一個小嘅馬來西亞城咁樣咯。哇，其實呢度超級多美食咯，我哋依刻咧就未必試到咁多啦。咁但係咧，因為嗰個煲仔飯咧係非常之 recommend 啊，所以我哋就而家去嗰度食啦。好啦，我哋啱啱咧就揾咗好耐啦，然後咧就揾唔到一個叫圈記嘅嘢喎，然後我哋發現咗，寫住圈記，本身嚟。咁而家會唔會呢一間就係圈記咧？即管試下個味道係點？呢個咧就係鹹魚雞臘腸煲仔飯。我頭先見到佢用炭爐嚟整嘅，希望唔好焗。好，即刻試下先。確實係有啲飯焦喺底嘅。哇！但係燶得好緊要喎。係嘛？死啦！食唔會頭痛啦。同埋好似哇，個豉油落得有啲太多，係咪啲黑洗都係承繼翻呢度重口味嗰個傳統？係啊。一定是有落很多醬。哇，望落好好吃喎，好似好正喎。快試一啖先。都有鹹魚好好吃。我覺得有鹹魚太鹹。嗯，我唔好食到啲臘腸，大佬。嗯。今日 Ruby 化嘅妝又幾靚話，咧啱啱咁熱曬完咧都冇甩過，嗱應該好近嘅近鏡。哇，你睇下容光煥發，你睇下食極都係咁肥。系嘛？嗱，睇下嬲个样都咁靓嘅啊，不得了啦 ！OK 啊，有得杯乐 ，approve， 好耶！要唔要个波噶？个波？唔系呢个波，嗰个波。波。哎，我已经到咗啦！呢个就系新加坡嘅环球影城。好耶！我哋好似咧几年前去咗呢个大阪之后咧，冇再去过环球影城啦。系啊，而家终于又嚟有第二个 Universal Studio 了。冇错，而家即刻入去啦 ！Go go！ 一名大妈喺度。大妈嘅头。我想說我現在已經太熱了，所以我要扎起頭髮。他在研究究竟怎樣入IP9， 究竟要怎樣呢？他已經走上最前線了。現在我們有飛了，入了場了。其實也很簡單，我們買了飛之後其實這裡只是 scan 個 barcode 就入到了。由於現在疫情期間，所以 USS 的開放時間就轉了做星期四至星期日的12點至7點，如果你們來的時候記得 check 清楚的開放時間。買飛的方面，我們就買了78元的普通 day ticket， 跟著 express pass 方面有分每個 ride 都可以玩一次的 express pass 和 unlimited 的 express pass， 我們這些窮鬼就當然要回每樣東西玩一次的就 OK 啦，那就50大元。這個是我們當時在日本都有買過的泡竹筒，很有趣的。他我看到今天即都個 park 入面都真的不是很多人。啊、我們現在是 park 最出面的。哦，那你都啱，但是我們去可能啲人已經排緊隊了。但你要比較翻嗰時，我們在日本的時候，這個位置已經是超級無敵多人。係。記唔記得咧？嗰陣時喺日本咧，其實係連呢啲小食車都排滿曬場咯。係啊。即係講係20分鐘咯，嗰啲 wait time 係。冇錯啊。新加坡嘅環球影城咧喺2010年開張啦，咁其實咧佢有7個園區嘅，亞洲咧計日本之後咧第二個嘅環球影城咧就係新加坡嘅環球影城啦。咁呢度咧就佔地大約20公頃啦，咁佢最 hot 最 hot 最受歡迎咧就係嗰個木乃伊復仇啊，就係坐住架車咧睇一啲 4D 嘅即係木乃伊咁樣啦，然後就一度 keep 住玩呢個過山車咁樣嘅，冇一個笑容差啲。咁前面呢一個咧就係 Universal Studio 一定見到嘅 Elmo 啦。咁呢度都好有熟悉嘅感覺，我哋喺 USJ 嘅時候咧都係行呢個荷里活大街。哇！呢個係咩名堂啊？要唔要啦？石獅子啊，一定係匯豐啦。翻咗中環啊，我哋。你係石獅子啊，喂 ！Row， 你喺扮，你喺 row 先啊。我哋啱啱就玩完呢個 Transformer 啦，冇錯。我其實係沒有帶住期望入去嘅，咁咧原來入去之後知道咧佢係玩一個 4D 嘅影院咁樣啦。嗯。咁咧先前咧我哋喺香港嘅經驗咧，純粹就係玩一個 Iron Man 嘅attraction 啦，咁佢都係坐喺個 cabin 入邊啦。咁但係今次咧就係坐喺 Transformer 一個新嘅車度啦。係，即真係一個會喐嘅車，同香港迪士尼嗰個 Iron Man 有少少唔同。佢直頭入邊個成個 cabin 會喐嘅。係啦，咁咧佢其實聽落好似一個 Harry Potter 咧嗰個放大版咁啊。同埋三個座位嘅，迪士尼個座位，跟住之後呢度係12個座位咯。咁就成架車會喐啦，同埋有實景啦，有風啦，有水咁樣嘅。但係就冇火咯，係我記得。哇！仲要有火？因為咩啊 ？Harry Potter 有火㗎。係嘅，好似係。係啊。
就是香港都曾經知名的輪迴咖啡杯，這個是新加坡版先進的輪迴咖啡杯，是的。接著我們準備就玩這個過山車了，來啦，是的，它有分吊腳和坐在這裡的，是的，我想要玩坐在這裡，坐在這裡先，坐在這裡好像是紅色一個。這裡呢，去所有過山車類的遊樂設施之前呢，都要將所有的隨身物品擺放到 locker 先，所以呢見到過山車不要嗨住，即刻去 locker 擺低曬啲嘢先，如果唔係就會被人彈鐘㗎啦。辛苦啊 ，Ruby。好熱啊！咧小朋友咁啊，好似好熱啊，爹哋媽咪。好熱啊，爹哋。好爹啊你！直擊廢柴 Ruby， 坐完之後。你看一上第一個斜佬就話：我唔玩啦，我唔玩啦。而家咧，大家見到我行緊去，準備玩自己玩白色嗰、那個嗰、那個過山車。點解呢？因為 Ruby 咧玩完紅色嗰個已經好驚，我一咬底匿埋一邊，所以而家我要自己單拖，係咁。我啱啱咧就玩完其中一個有得踩板嘅過山車啦。紅色嗰條位嗰度。係啦，咁咧我上完第一個。就已經瀨屎，所以就去咗廁所。咁我就去咗玩白色嗰、那個。係，你要用下，我冇玩啦，牛仔。咁我再刺激啲喎，但因為咧佢始終呢個面積咧個地方比較細咧，其實佢個過山車好長時間喺度轉，就唔係好高速，即係速度唔係真係好高，佢係靠佢上車嗰下咧，佢夾硬加速咧，所以先會有咁嘅速度。係。但係比起 USJ 嗰個翼龍嗰個過山車咧，呢、這個只係九牛一毛。哦，係啊，即係就算佢吊腳都唔係話太過。恐怖不算恐怖，但是速度再快過紅色那個一點咯，係啊，就再快一點。哇死啦！我哋嚟咗半日已經黑咗啦，覺唔覺？頭先已經頂唔順要買個沙冰飲啊！呢、這、一個咧係Fruit Crunch 嘅沙冰，真係唔係講笑，而佢一掃緊沙翻出嚟，超熱，好正啊，好凍啊！佢 Fruit Crunch 味其實佢又重偏重啲柚子味啊，係，啱唔啱？覺嘅，連部機都好熱啊！真係就係搞唔掂啊部機。哇正啊！呢、這個沙冰真係不得了，$7拯救我哋。除咗沙冰之外，當然就有椰子啦、啤酒啦，同埋呢個盒裝嘅水啊，我都覺得好有趣，所以先行過去望下，原來佢係水嚟嘅。喺呢個固可及嘅園區咧，最出名咧就係呢個遊樂設施啦。喺呢度行入去咧，就係呢一個叫 Mummy 嘅 attraction 啦。咁佢就係一個室內嘅過山車嚟嘅。至於係點樣咧，就唔劇透啦。總之就好玩啦。不過咧，要玩呢個遊樂設施之前咧，要將你身上面所有嘅嘢咧放喺佢側邊嘅 locker 入邊嘅。遊行咧就會見到個 locker 噶啦。咁呢個都係免費嘅。不過咧，如果你預時嘅話咧，佢就會收你錢噶。由於我哋唔可以帶電話去啦，所以淨係可以口述同你哋講咧入邊係發生咩事。總之就好玩啦。呢個係成個 US。SS 入面最值得玩的遊樂設施，已經入咗嚟 Jurassic Park 啦！你衝入去扮只恐龍啦，不如？呢個 Rapid Adventure 好似係啲會整濕身嘅嘢喎，係咪好熟面口啊？呢個係 Orbitron 啊！唔係小飛象咩？Orbitron 同小飛象同一類嘢，不過 Orbitron 快啲咯。佢中意喐啦。小飛龍啊，見唔見到啊？哇，好懷舊啊！我哋好玩嘅啫。係啊，係咪啊，翼龍哥哥？啊，係佢仲係咁轉。我哋嚟到史力加尼。我哋行咗入嚟史力家園。哇！呢個係 How to Train Your Dragon 嗰只 dragon 啊，好型仔啊佢，好大隻啊，真係幾得意喎。係喎，你又覺得啲奇怪嘅得意？我一直都覺得你咁得意咯，所以。都係嘅。我哋而家企咗喺一個 souvenir shop 入邊。係啊，你喺出邊實在太炎熱啦，所以咧我好驚中暑。同埋我哋竟然今次係冇咗防曬，其實我哋唔會。係啊，因為真係咧曬到一個地步，其實我哋出門口之前已經搽曬成身㗎啦。呢啲位咧，佢咧通常都會紅。今日已經搽咗，如果唔係應該已經甩緊皮。我哋而家玩呢個低能過山車。哇！我哋而家喺一個過山車入邊，佢係有隻龍喺前面嘅。係。超好玩，大家一定要嚟玩。就係好似 Harry Potter 隔離嗰個過山車咁刺激。佢咧快到咧15秒就完咗啦。係啊，我哋而家喺度曬太陽，其實曬太陽真係煮菜，知唔知啊？我哋而家曬喺度等。係啊，等下一架車啲人上曬車，我哋就可以成功曬完太陽翻啦。係啦，我哋而家喺度曬太陽咯，喺度超緊光浴咯。係啊 ，OK 啊，好玩啊，值得玩，大家都要嚟。呢度係咪就係大家講嗰個馬達加斯加？好多觀眾都話呢個嶺咧就係 close， 我見咧呢間餐廳都冇開喎。佢呢度應該係 I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嗰度嚟，冇錯。因為咧，我見到呢、這個馬達加斯加，
是什麼？我要玩，我要玩。這個呢就是旋轉木馬，它好像是叫方瑟瑟奇兵的旋轉木馬，哇，好搞笑喔、哦、來到這個方瑟瑟奇兵的不知道應該是 DNA 的物體，哇，老公你見到這些竹林，你有沒有好親切啊？好熟面口喎、啊。係咯。增高一 cruiser adventure 嚟嗰啲 friend 嚟喎。係咯，哇，勁有親切感喎呢度，因為佢有好多這些呢啲咧竹，全部都係 AL 咧獨有㗎。哦，呢個係一個船嚟㗎，唔知道會唔會失身呢？有機會可能會失身喎、啊。會唔會失身先？會唔會失身？我哋一起失身啦、啊！失身海老之旅。去完這個方瑟瑟奇兵的類似小小世界的船河之後呢，原來向前行已經回到 Main Street 了，已經原本結束了整件事就兩個 part 就這樣就完了。是呀，的色啊，小巧玲瓏啊。其實呢我們剛剛在這裡進來呢，一來 Main Street 來到這個中間這個位置轉右就已經是剛剛我們玩過 Elmo 了、跟著再轉左靚左就去到這個 Sci-Fi 的地方，就是我們玩過山車的位置，還有 Transformer。 是啦，跟著再走就已經是 Mummy 了。是 Mummy 那個都 OK 的，它是室內過山車這樣。 Mummy 那裡已經在對面已經看到了，再走過就是這個侏羅紀公園那個 region， 跟著就是花花位給小孩玩的。是最後回到我們旁邊呢，就是 Madagascar 準備拆那個嶺，是啦，即是 I like to movie movie 那個方式失記 movie 完之後呢，哇，這麼快啊，回到來這裡了，就是回來這個 Hollywood Street 了。是啦，所以其實呢 USS 這個 part 呢都真的挺 mini 的，未認、瞬間看石頭就已經回來這裡了。hey， 我們現在就回來荷里活，大家Yeah。 今天我們就由1點半玩到現在5點半，是啊，都足足玩了4小時那麼久、其實我們都差不多玩了要玩的刺激的都玩了、即包括有 Transformer、Mummy， 跟著那兩個過山車 Battlestar Galactica 那兩個，因為呢其實我們有買到快證的，所以呢、其實4小時以內真的玩得完你最想去最刺激的地方的，還有因為現在還是 COVID， 所以呢其實所有的 Theater Show 都沒有，所以就變所會少一些東西去攝時間咯，就可能4小時我們已經走到差不多了。其實 overall 我們剛剛呢都覺得一些遊樂設施都挺刺激的，譬如我自己覺得最刺激可以 encore 的就是 Mummy 咯。Mummy 是挺刺激的都真的。咁而嗰個兩個過山車就好似我啱啱講啦，因為佢係個佔地比較細，就會咬得多啲。如果唔驚暈車浪嘅話咧，都可以試下嘅。咁啊，因為我就牛仔，我就玩咗一個鈴，我就冇玩啦。佢就玩紅色嗰、那個，冇玩嗰個吊腳嗰、那個，吊腳嗰個就刺激都幾多。但係我覺得係因為年紀越大咧，就越牛仔，因為我之前有玩USJ 嗰個翼龍噶嘛。係。但係嗰個人都唔驚嘅喎，但係唔知點解依個好驚咯。老啦你。係啊。今晚咧就約咗朋友食飯啦。我們趁這個時間不如就直接回去洗個涼，實在太熱了，是、已經濕了、如果你說我們之後去到沒好去，我們應該都會復卓的，不過就可能是半年後的事，一定要等它開回 Theater 先咯，即有 show 看才會來再。不過呢很推薦大家在外面吃那個馬來西亞的 food court 的，都挺有趣的，真的很多東西吃的，是啊 OK 的，那裡不用入場的，是一個 park 外面的，你只是坐車來就可以了。那我們現在走了，走了，拜拜，拜拜你條尾。Thank you. Thank you. Bye. 我們就這樣就玩了200多元星幣了。是啊，捨命陪君子，都是那句，拍片的話是值得的。值得的。
係啊，拍片先值得㗎嗱，即係公道啲講句啦，因為而家真係入邊好多嘢都冇開，無論係餐廳定係啲劇場都好多都冇開。係。咁所以咧，一定係會少咗好多嘢可以玩嘅。係。咁就。同埋而家加上戴口罩咧，其實真係好辛苦喎。啱啱呢個熱度啦，同埋有少少涼風咧，其實唔戴口罩係 OK 嘅。係啊。但係戴口罩就太辛苦，成塊面係黐落落咁樣，好辛苦。係咯。大家可以過嚟睇下咧，呢部機咧，佢可以買唔同 activity 嘅 ticket 嘅，即係譬如有水上樂園啦、USS 啦，同埋一個水族館啦。咁下次咧，我就會好想玩呢個 water park 啦。咁 water park 咧就有 one day ticket 可以喺度買啦，就係$38一個人。如果你哋喺上網買唔切飛或者冇做準備嚟，想突然間嚟嘅話，都可以喺呢度買飛。冇錯，波波。好啦，咁我哋好短咁樣玩咗一日 USS， 就暫告一段落啦。希望遲啲佢開翻曬啲嘢咧，就再帶大家嚟玩啦。但係咧唔好走住，因為我哋今晚咧會同朋友去食涼野菜嘅。大家可能知道咩叫涼野菜，咁所以咧我哋就帶埋大家一齊去食涼野菜啦。好，翻去沖個涼，再帶大家食嘢。Go go。佢係咁嘅 feel 嘅，唔係呢樣嘅呢樣。呢個冇得。